太可怕了。所有整台飞机的人的餐点都当场飞起来，人的餐点都直接掉在地上，超夸张的，咖啡咖啡泼到整个上面都是。还好没事，太恐怖了，整个外套都毁了。好，穿着制服的外国机师低头抱胸，还有这位穿红色夹克的本国机师靠在椅背上睡得香甜，还有这段画面，曾任747的翁姓总机师边开飞机边睡觉，夸张行为在台湾航空公司曾闹出风波，被批罔顾旅客性命。但现在又被爆出正副机长在执行飞行勤务时都睡着了，这回是马来西亚的巴迪航空。根据法新社报道，巴迪航空 A320 客机搭载53名乘客和4名空服员飞往印尼雅加达时，起飞半小时后，正机师告诉副机师需要休息，没想到副机师前晚帮忙照顾老婆小孩太累了，两人就在机舱睡着，结果飞机偏离设定飞行路线，幸好正机师醒来赶紧导正航架，才没有发生意外。这个时候航管可能会提醒你，或者是机上的防撞雷达会提醒你。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把自动驾驶解开，那如果说你两个人都睡着的话，那自动驾驶可能也没办法帮你，所以你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曾直飞过短途长途机型的机师张志豪说，其实某些欧洲国家的确有 fatigue management， 也就是疲劳管理，但仅限正副机师轮流休息，如果两人都睡着容易发生危险。这回好险巴黎航空事件是虚惊一场，但也呼吁航空公司要建立机师疲劳机制，飞行前适度休息，避免危险行为再次发生。东森新闻生活中心报道。可以跟航空公司这边来协调，帮我整一下这个飞机。我现在病情严重，你弄怎么？拜高高，对，机组机长有最大的权利，可以这个去查。谁敢帮我整一下这个飞机？我要忍住全职，我直接跟人家去开掉。什么有能力能力在我？常年要你到时候做不了。大概七零的。我知道，我讲个恩用飞机没起飞啊，蛮高，蛮高，我现在病情严重，你弄怎么？拜个高飞，机组有这个，老领导也可以跟航空公司这边来协调。谁敢帮我整一下这个飞机？我要忍住全职，我直接跟人家去开掉。还没得起飞，机组机长有最大的权利，可以这个拒载。对吧？他因为他觉得这个一个视频，怎么去载了？我做不了，怎么去载？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运载，你可以没有才什么有能力能力载我，对吧？常年要你到时候做不了。那个更加那个七零的。你的意思我知道，明白吧？我现在病情严重。
搞人我那个飞机没得起飞。行，你今天上来，我想问问你想怎么解决？现在帮人有意见了，哎，几多？刚才是难搞。报警，然后说我没有报警吗？没有吗？我没有报警。机组报警，说机长。没有及时提醒，对。这边有系安全带吗？开始拍了，因为大家都起来了，所以我拍了。这里是机长广播，我们朋友因为乘坐不愿意系安全带，或者如果他再不系安全带，我们决定返回国际那瓦。各位女士您好，这里是机长广播，我目前有一位乘客不愿意系安全带，目前在跑道头待命，如果他再不系安全带，我们决定返回国际站网，直接把他交给航警人员，谢谢。不可能说这么虽小的事情都被我遇到吧，我就住在这个男生的斜后方，这个男生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劝导了大概五次都不听，而重点是空姐的口气从头到尾都超好，真的很扯耶，就因为这一个人不愿意系安全带，整架飞机延迟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才起飞。现在没有系安全带吗？他被请下飞机之后啊，害我整个搭飞机我就搭得超紧张，我在想他会不会炸弹客上来，然后放炸弹，然后再闹事，再把自己弄下去，然后飞机就要爆炸，我自己在脑补，你知道吗？真的是可以去签乐透，怎么会遇到这种人啊？不止空姐及工作人员来到男子座位旁，就连警察也都来到现场，全都上来劝导男子系上安全带。班机上旅客纷纷都转过头来起身查看状况，拿起手机拍下。有民众搭乘华航班机 CI0121， 原本预定上午11:50起飞，要从冲绳出发返回台湾，但一次在起飞前，一名男子不配合系上安全带，整台班机只好折返回停机坪。经过一个小时，因为男子不系上安全带，整台飞机折返，最后更请来警察，男子才配合。但也因为这样，班机整整延误两个小时，预计下午2:30左右抵达台湾。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I am the only person on the plane, and they have an entire flight crew. They do not want to do this flight. Personal handheld devices like tablets, cell phones, and smartwatches all need to be placed in airplane mode at this time, sir. Sorry. I'm focusing. Did you get that? Yes. Wait, how do I take my seatbelt off? I am the only person on the plane, and they have an entire flight crew. They do not want to do this flight. And loaded all the bags on the plane. How many bags you have to load today, bro? They pulled them from the hotel to come do this flight for just one person. Small personal handheld devices like tablets, cell phones, and smartwatches all need to be placed in airplane mode at this time, sir. Please.
Sorry. I'm focusing. Did you get that? Yes. Wait, how do I take my seatbelt off? Great speed.